事情的真相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当年是有人蓄意谋害我父亲，都是石无家。给我仔细的搜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走。 关总，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废物，连个捡破烂的老头都看不住。对，秋叔，此地无银九牛，现在你放手。干什么？你哪里啊？你先走，我拖住他们。秋叔，你放心，就这几个小毛贼，还耐得了我？小子，你今天很狂啊，从老子胯下钻过去，今天我就放你走。 多走！重伤！啊！你怎么了？匆匆忙忙的？秋元，不行！什么？ 我不是早就让你看好他们吗？废物，一帮废物！那现在怎么办？此事必有蹊跷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不得一点差错。这样，你带几个人去拍卖会现场，把每一把椅子下面都装满炸弹。如果到时候出了什么差错，我要让他们粉身碎骨。 哎，朱总来了。朱总，你对今天的拍卖有什么想法？放一次，你们暂时不进来。沈占天，他怎么来这儿了？他不是死了吗？好久不见。沈占天，你还真有两把刷子，炸都炸不死你。大恩大德，什么定当后悔？是吗？ 沈公子还是没曝光，不过你要记得，今天在这儿拼的可是财运。看样子好像我很辛苦，不过好心提醒一句，您最好关心关心自己身体。你以为你抓得住我？疯子！ 希望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。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人，我宣布拍卖会现在开始。10亿3000万，10亿5000万，12亿，12亿5000万。 15亿3000万，15亿5000万，不是一拳，15亿5000万，请问还要人加价吗？15亿5000万一次，15亿5000万二，15亿3。 20亿，这是谁？他哪来的底气叫加21啊？30亿。吴总，您确定苏氏集团现在能拿出？当然可以。很好。 31次，31次，哈哈哈，卢总，好运气呀，幸运被你拿下来，嘿，恭喜你。 这些是你想都想不到。
苏总，你竟敢欺压在先生！徐正天，你终究还是没有做得过我。哈哈哈，苏总，你今天成功拿下，就应该大杀一筹才行。徐正啊，你作恶多端，今天到此就到此。今天是我苏家登上北川商业王座的，你休想再毁我好事！真是不见保安呢？ 上来，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保安呐，我养你这只犯狗干什么用的？秦儿，我用公款现在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可能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公款？你机关算尽了你的父亲苏玉昌啊！ 不可能！你怎么出来的？苏晴儿，你丧尽天良将你的父亲关进地下室，五百秘术，用了万坎这个办法，被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救了出来。你不能出卖我！如果我倒下了，我们苏家就彻底完了。哪里还有什么死？苏家早就被你搞得土崩瓦解了。 别忘了，当年魏忠大厦碎尸案的事情，你也不想被做活的。他这件事威胁我，今天要誓死大白于天下。这件事压在我的心里很久，是时候说出。当年我和沈清凡一起创立公司，后来我贱卖了公司的资产，被陈会计发现。 陈会计拿着账本找我对质，我一不小心推了他下，当时苏晴儿感动，替我自己的尸体。后来我把这事儿嫁祸给了沈清凡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亲手逼死了他。这就是所谓的瑞丰大厦碎尸案，真正的真凶是我。 可真相远不止这些吧？当年你失手推下楼梯的那个，根本就没有死。你去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发现陈会计还有一口气，你为了一己之利，同时害怕暴露，你就亲手掐死了他。你口口无凭，血口喷人。谁说没有证据？ 我就是证据。当年舒晴儿在楼梯间掐死陈会计，是我亲眼看见。正因如此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追杀。我装成乞丐，真正不是才苟活的。今天，指控他们，我死而无憾。沈真言。 你真以为你能原谅我吗？我把这里都装满了炸弹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你还想靠着那个饭桶翻盘吗？住手！白小兰，云超。 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沈占天，今天当着在座的诸位和媒体朋友的面前，还我父亲沈清凡一个清白，他泉下了之。可以如何？瑞丰大厦是我父亲生前最后一个厂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做好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 占天，我带女儿来找你。别动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原谅你，我们结婚吧。好。
对不起，我还。